在迷你世界中，他十分勤劳，他睁大着自己圆圆的双眼。很多小伙伴说妮妮的脸上有五条印记，错，其实妮妮的脸上没有印记，你们知道吗？众所周知，在新手村中就有妮妮，如果你使用过妮妮，请点一个赞。今天我和学姐发现妮妮她的双手摇摆着，并且在她的额头上我们可以看到五条淡淡的印记，其实这种印记它并不存在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卡卡的印记，小伙伴们你们看卡卡的脸上它的印记十分的明显，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二个就是此时卡卡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我们看一下。并且我们还发现在老版本中卡卡脸上的印记它就十分的明显，好像是一笔一画的画上去，并且我们发现在老版本中的妮妮它的印记依然是非常的淡，其实妮妮的印记并不存在，因为官方大大更新了一张图片，我们从这张图片中就发现妮妮的脸上根本没有印记，所以这就可以说明一个问题，妮妮的脸上根本就没有印记，而这个妮妮脸上的印记肯定是马上就要消失了，你们知道了吗？点个关注，下期继续。